这样都被发现。小雨，你回家了吗？我可以直接传你了吗？还没。好哦。等我一下。然后就继续挖矿。怎么升那么快啊？等一下，我去上个厕所。厕所。哎呀。我直接掉蜘蛛网还是怎样？网哦，不是蜘蛛丝哦。网网网，不是蜘蛛线，超猛的。我会过去跟你拿蜘蛛丝吗？来啊。不能挖。开到几点？我应该11点吧，因为等一下去抓人。哦，又生挂人。对啊，因为冬雨请我帮他找人打魔物的，就现在人找不到了。你的刀也太大把了吧？这个刀。羡慕呗。还好欸。好吧。哎，你要线吗？你要线吗？对啊，我要线。那过来过来过来，这给你，这给你，11条，11条线，太屌了吧？那什么刀？哦，安德，哎呦，宝贝，啊，宝贝，再吃个一刀，绿宝石，跳跳，呜呼，三颗眼睛 ，nice， 哦，为什么啊？掠夺，掠夺，三颗眼睛，他直接掉眼睛给你哦，珍珠啊。珍珠可以啦，把它称为眼睛可以啦。我敢没骗，你要被讨厌哦。可以啦，不要讨厌啦，哎呦，都给你那么多线了。我要把你这边火把全拆光。那我给你这个，这个是哈记。是什么？你丢了什么？哦，鱼，真鲫鱼。我会不会走不回去呀？你走不回家了吗？你没有记坐标吗？没有啊。看起来开到几点？11点。11点哦。11点哦。再乱凶你们，又说我太凶哦。是呀，吉金。10点哦。我这边根本不能挖矿，要插火把了。我就是狂生怪。黄体，好啦，抽了吗？那个还没，快了。等这个抽完之后，我这边抽那个，哎呀，哎呀，抽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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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哎呀，虫豆，大虫豆，芋头，叉，这样就好了吗？外面的猫又开始发疯。准备啦！捕鱼笼要怎么用啊？好好奇哦。捕鱼笼放在水水随便啦。对啊，你放在水边，然后放一个钓竿给他。钓竿给他。哎，他就会不能用过的吗？应该是不能用过的吧？通常那种不都要放全新？可恶！嗯，杰克。他不想理你了，我觉得是、欸，就是我被讨厌了。对啊，我听到声音了。哇，你被讨厌了，这年头，真难当，真的。30秒，30秒，1秒，抽，抽到的人要来看一下，你有没有这个聊天室要在哦，要打字哦。好啊，好。好，就杰克不在，我在，我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干，你现在才出现，你刚刚在干嘛？我去厕所一下嘛，怎么了？没事，厕所也不行吗？欸、不能用哎、欸！哇，这么凶！要鱼饵哦，就是要鱼饵哎、欸。3, 2, 1, 什么鱼饵？抽了啊！玩错了。我叫安安。安安，哎、欸，这个人好像在我台有出现过。什么？
赶快去打个安安。这个吗？哦哟，他打了、哎，看到了，看到了，恭喜你，恭喜，安安出现了，安安，嗯，安安你好，我想要，好，抽完奖该回家喽。该回家咯，我们都没抽到，可以回家咯。对啊，可以回家咯。哎呀，看到有就追谁 ，OK。恭喜恭喜恭喜啊！接下来抽两个，哪一个啊？嗯，哎呀。第一抽，这个你们可能看不到，不知道是谁。等下我再讲，公布那个看看是这个信箱。哎，信箱公布信箱好吗？你就公布信箱的后面嘛。就前面跟后面之类的，啊、不要全部头尾之类的。对啊。嗯，好，我就等下再好，那这我怎么那个比较好？对，你就前三跟后三啊。哦我的屁股爆炸了，屁股爆炸、啊、怎么爆的？没事吧？回家咯，很快很快都回家了。分母回家了，欢迎回来。第一抽，2022，第二抽，人家也是，你也是叫安安，为什么不是？像本末这个、哦，等一下好了，再重来。先，一抽218，好，218，我先记一下218编号是谁。再来第二抽125218跟125小雨回家了哇好伤哦我要回家了你要回家了好对等我一下了解了解感谢感谢这是用什么加什么我忘了红加蓝吗加蓝紫色染料对嗯好对吧18嗯，有人看到这个吗？这个，这个应该，他居然是留手机号码给他哎、欸，没有，哇，五哦，而且是留加852是哪边的啊？852，不知道，不是台湾的，不知道是，嗯，他不是886吗？所以说不是台湾的吗？对啊，所以我说不是台湾的。你是怎样啊，杰克？好啦克，香港的啦，应该是吧？对，应该是吧？我看啊，你不要乱讲哦。香港的啦，我刚去查了，香港的。好，我是看那个他的贴的 YT 频道哦，这个等下公布 YT 频道好了。好，YT 频道应该。对对对，香港852好。哎、欸，我没装备，我这样自己盖个修罗塔是会死啊。香港的，嗯，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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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哎呦，哦，哦，咦，哈哈，好烫，不然被揍。哟，我只是在砍树啊，干嘛这样？嗯，你到家了没有？还没，还没，还没。啊好，在地狱砍树、嗯，地狱砍树，砍地狱的树，对，就有一些奇怪的收集癖嘛，看到一些树苗，想要拿一些回去，想带回去种，那个不能在现世种吧，不种不起来，不知道哎、欸，我记得是种不起来，我是谁家住宅？哎、欸，不对。有，你不是从别人的地狱门出来吗？应该可以直接从别人家那边出去吧？对啊，我要先，我先要出去了。哦，原来你是还没出去哦，好哦。哦，对啊。好哦。那走就很快啊，你就打个石缝，大概走一下下就到了。这是谁的啊？抽到的这个 IYI 空格 I。看起来像繁星家空格 I I Y I 空格 I 空格 Y 第二个是黄维凯我感觉是 E 也是吗、欸、不知道
这两位，恭喜这两位，到时候私讯想办法联络你们，然后私讯你们再送那个缺氧。恭喜，恭喜！好，那个我叫安安，你刚那个我叫安安，你可以私讯我粉专一下。嘿，我要送你那个 Steam 的游戏，要先加好。嗯，我找一下我家。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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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现场抽的才要在现场看台啊，其他那两个是，哎、欸，就是有填表单都可以抽，不用在现场、嗯、没关系。哼，我挖到一个什么地狱烟囱，这是什么东西？地狱烟囱？我不知道是冒烟吗？地狱烟口？好凶，这么多只、欸欸！会，它会冒烟嘞、欸！哎，我到家了。到家？哎呦，蝙蝠走开！蝙蝠走开！蝙蝠走开！你到你家地狱门那边跟我讲坐标。哎加地狱门坐标，呀、yep ，就该做盾了。看一下，盾好了。哎、欸，请问战斗告示牌跟盾哪个好用？战斗告示牌，201，然后啊，战斗告示牌可以放副手啊？可以啊，我就放副手。201、38、51、38、51，哪个是 X， 哪个 Y， 哪个 Z？ X、Z、Y。确实例外，所以你的 Z 是38。对。好。计算机。计算机。真元僵尸。我的夜视猫要没了。除以8。感谢皇冠。这是红包，赞哦。感谢皇冠。除8。4。10。好，你可以先蹲好了。你可以先把你的地狱门挖掉，等我盖好新的，好像你就可以过来了。好，把它挖掉。是真的真的好像你，不是假的假的好像你。行。感谢随礼续订。感谢幻松的皇冠。嗯。25。哦，这个盾牌拿的比较矮一点呢。什么比较矮？那个啊，告示牌。没有告示牌，我之后再做。要先完了、我这把武器无法持盾。你不持盾了？不持盾了。双手武士哟。不是，我劈刀右键是蓄能。好好好，至少比我西洋剑好吧。右键会把我掉吧。自己拿西洋剑也可以拿战斗告示牌吗？你要怎么拿？你就举着盾，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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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而已啊。对对对对对。自动哦哈。跳跳忍者。这边啊？这边吗？不是这边，这边。生青蛙！天哪、啊！掉到青蛙哦。自动钓鱼机钓到青蛙，可是要肥料，所以要鱼饵啦，所以要很大量的线。嗯，是这里。好啦，十一点，我这边先关了。好，好，我再挖一下啊。我这边好多蝙蝠。哎呀，魔女嘛。嗯，好烦呐。很符合啊。好啦，今天感谢各位收看啊，因为我不想要进度太多，所以做一些杂事，像做眼镜啊，做钓鱼机啊，弄个农田啊，哎呀，因为想说还有很多可以在影片里面介绍，所以感谢今天收看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或 ATN 生存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哦，这个真的看起来好帅哦，可是我还是去换那个好了，彩色的。
感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眼镜，你喜欢哪一个？彩色的还是黑白的？好，感谢1.12的，对对对，1.12的。好啦，关喽，大家拜拜，拜拜拜拜。